咋了，小婉？大刚，我走一下。哎，别干呀，我小婉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不是，咋回事啊？我爸来杭州了，我跟我爸在一起呢。那你也得告我一声啊，我这等你一宿啊，小婉。不是，那叔叔来，我说得见一见呢。不用，他有事儿已经回去了。啊，大刚啊，我爸准备让我去北京待一段时间，他在北京给我报名了个考试，我这两天就得过去面试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爸这一来，我就让你去北京，我这杭州刚准备站住脚，怎么咱俩要分开啊？这是啊。大刚，刚开始我也不同意我爸观点，但是后来我想想，我应届大学生刚毕业，北京确实有很多机会能学到很多，我也不想这么早就成一个家庭主妇。那你啥意思？你准备把我自己留在杭州呗？大刚，我跟你在一起才一个多月，嗯，我跟我爸在一起20多年了，是他生我养我教育我供我上大学和生活，我不能因为你违背他的意愿。不，北京我必须得去，对不起了大哥。哎，小婉你怎么回事？哎，等一会儿小婉。哎，小婉你先别走，小婉。哎，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就是你能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陪我来杭州义无反顾的，你这样，我现在东山再起了，北京考试我陪你去，行不行？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好不好？咱俩不能分开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啊！我好喜欢你，爱你无辜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喜欢你。小婉，你干嘛呢？大哥，你快看那个什么红色的，你看啥呀？咦，好麻人呢、啊、我也不知道，好吓人。走走走，别碰。你是不是还没来过杭州看看景区啥的呢？景区我之前来杭州去过啊。那你都跟别人去的，你都没跟我去过。现在咱就去。好的，行不行？去哪儿？我带你去看看杭州最美的风景。西湖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哎，我特别喜欢西湖边上那种感觉。走吧，咱现在去。行，走。哎哎，正好那边上有吃的，还有商场，我吃完带你消费一波，行不行？啊，先去再说吧。你们女人不都喜欢买吗？咱就整就完了。小婉，我感觉这西湖边上坐着这种感觉特别棒，有那种。诗情画意的感觉，我都想作诗了，你知道？你是坐那儿哪诗？今天下雨吗？别闹啊，这雨都停了，这都。哎、你看，啊，怎的了？哎，慢点，你别掉下去了，你。你别踹我啊！我是那样人吗？看小鱼好多。小婉，我没看见鱼，但我看见了你在西湖边上特别漂亮。真会说，大刚、你之前是不是来杭州就想着带女性朋友去消费，没好好看过风景吧？不是，小婉，咱俩来这高高兴兴的，你提这些事儿不开心干嘛呀？这是。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不开心，就想来这儿坐坐，嗯，感觉吹吹风，什么事儿都忘了。确实，小婉，就是你跟我在一起以后的每一天。我都不会让你不开心。走，西湖边上有商场，我带你消费一波，够。走，大刚，怎的了？我不想让你去商场给我消费。没事儿，我就想带你看看西湖的风景，感受一下西湖风景的美妙。哎呦我天哪！大刚，嗯，谢谢你能陪我去北京考试。应该的。我希望我们的感情能一直走下去。嗯。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彼此的往后余生。哎呦我天，我再给你放个音乐得了。啊，不用。哎，我想亲你一下。不行，这么多人呢。没事，没有人这儿啊，亲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嘛？小婉呢、嗯？不是，你是早上没吃饭吗？我又饿了。两大袋儿。我的妈呀！再一个，你说你去北京考试，你说你就带这点行李，这太不认真了。
准备考上了就留北京，考不上还得回来呢，得给自己留一手嘛。反正咱俩永远在一起就完事儿。哎呀，咋的了？是不是没订车呢？什么车？下飞机接我们的车啊。你不用管了，交给我了，我都给你安排了。嗯，你又安排，那到哪都能安排。那必须的啊、哦，到时候会给你个惊喜，行不行？惊喜咋？派坦克来接我？走吧，咱往那边先去，走。走吧，走。天儿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怎么样？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不，太客气了。走走走，这是小婉，你嫂子。走，这车呗。哎呦，太帅了啊！G63呢？走，上车。走，你也上来，别客气了。走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OK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啊？到哪是有点排面。那必须得有排面的，对不对？走了，直接去酒店。直接去酒店，对。完了，张姐说这两天这车钥匙，待会儿给你留着，随便开两天。妥了，那怎的？谁是张姐啊？朋友啊，咋了？我咋没有这朋友呢？说借我开两天车就开两天。你别闹，我这是朋友。大刚，你想清楚，你是二婚，我能跟你在一起？你要扯这些没有用的，我没法跟你相处了。不是，哎，小婉，你干嘛呀？哎。你这我说错话是不是？没事，你等等我，小婉。